啊，再讲第二个笑话啊。那个啊，中间有一个男生啊，一个先生是吧？他在看报纸。后来啊，这个他老婆过来是吧？从他口袋里面抓出一张，就收到一个纸条，上面写 Mary 哦，Mary。他老婆很生气啊，就拿那个平底锅啊，在他头上这样哐敲一下，他看报，哐敲一下。他说："干嘛？"他说："这 Mary 是谁啊？你给我说出来。你口袋怎么会有个 Mary 的纸条？一个纸条上面写 Mary。"那先生说："那是我那个他那个赌马，你知道吧？美国人不是那个赛马吗？那是人比马的名字啊！"哇靠！你靠，那是误会嘛？我老婆不好意思哈，就抱歉了，误会你。我过一个礼拜啊。那他先生在那边看报纸，他老婆啊拿了更大一个平底锅，哐！我靠！他们说：“干嘛神经病啊？”他说："你那匹马打电话来了。"